古力娜扎穿粉色礼服去活动，好久没见她穿这么美了。古力娜扎是一个非常令人喜欢的明星，除了人品以外，估计跟颜值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不久前，古力娜扎穿粉色礼服去活动，看到她的模样，真的是好久没有见她穿这么美了。来看下，就是这条裙子，真是蛮应景的呢。粉色代表着鲜花的颜色，所以说古力娜扎的形象有一种春天的感觉。另外，裙子上半部分纱布的设计，让娜扎看着甚至有些性感呢。另外，娜扎的皮肤很显白，加上这款裙子本身的颜色，两者真是结合得非常好，所以娜扎是特别适合穿粉色的衣服或者裙子的。像这一套穿在身上以后，好久没有见到这么美的古力娜扎了。